今年呢，扩大了赤字率，把赤字率呢提高到3%，比去年呢，财政赤字的这个扩大了5600亿，增加到2.18万亿。怎么看这个3%？怎么看增加的这5600亿？我看到外媒呢好像也有一些报道，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困难，叫大幅度提升了财政赤字水平。我认为，这个说法呢，不准确，还是总理报告里面说的，我觉得更这个符合事实。总理的报告里面说的是，适度的扩大财政赤字。为什么他说他是适度的呢？因为今年增加5600亿的赤字，实际上有5000亿的减税因素，比如银改增减了税，减少这个政府的基金收入，也调减了政府的这个财政性的收入，加在一起这个大概是五千亿。那么5600亿呢，其中有5000亿是弥补了这个财政收入的这个我们的政策的减少的因素。为什么要减少？这个是符合当前供给侧改革，减轻这个企业的负担的这么个需要。但是呢，该办的事情还是要办，同时呢又把赤字水平呢控制在合理的安全的警戒线之下。那么呢，又安排了5000亿之外，又安排了600亿，主要用于引导性的政府投资和解决一些民生的需要。那么在这样看来呢，这5600亿的增加，我认为就符合总理报告里所说的是适度的扩大。而且3%的这个赤字率水平和世界发达经济体相比并不算高的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就体现了总理报告里说的一句话，叫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么一个理念吧。